好，大家好，我今天又来，补水了，来买一份午饭，准备回家上网课去。点一个这个芝士的最大份，再要一个土豆泥沙拉，上来了，然后自己拿下这些餐具和调味料，然后再来便利店买一瓶快乐水。到家之后，先吃下这芝士牛肉饭里的牛肉，哇，你看这芝士拉丝的，也太香了吧！给你们安利一个新吃法，往这个牛肉饭里头撒点辣椒仔。给他们搅和搅和，酸辣的辣椒仔配上这个甜甜的芝士牛肉饭，贼好吃。不愧是最大尺寸的牛肉饭，吃着真的是超过瘾的。吃着吃着，突然注意到我好像还点了一个土豆泥沙拉呀，给我们的土豆泥沙拉倒上酱，倒完酱来一口。土豆泥沙拉特别的爽口，让人一不注意就爱上了它。吃完土豆泥沙拉再吃这牛肉饭，感觉它变得更香了。最后一口牛肉饭，满足，喝上我们的快乐、今天也是个完美的光盘行动呢。好了，我要收拾收拾去上网课了，现在快点，拜拜。